学会这十二款纸飞机，你就对纸飞机的世界有个大致的了解。有曾经飞得最远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苏珊，有四大纸飞机中的复仇者和空中之王，也有造型奇特的双脚号，更有霸气外露的蜂鸟号和战斗机纸飞机等等。这些全包含在这本小小飞行家里，附带36张带着标线的彩纸，以及详细折法和介绍，让孩子既动手又动脑，激发想象力和手眼协调能力。一份送给孩子的美好礼物。